对你来说 ，colon 意味着什么？对有的人来说 ，colon 就是尖端科学。数学、工学、化学，我们是在多样化领域开展大量研究的人。在韩国，最早引进尼龙材料，为纤维产业带来一场革新。主导流行的时装产业，也包含着我们的独特技术。我们的技术让世界更加富饶和美丽。技术也有情感吗？ Colon 的技术是从理解和守护人类的情感开始。汽车之所以可以快速行驶，是因为有高性能的引擎和安全的驾驶。为了让您可以安心驾驶，我们来负责汽车的安全。保护河流的生态环境，把垃圾变成能源，关心老奶奶的关节炎也是我们研究的领域。聪明的技术让世界更加便利，充满爱心的技术让生活更加舒适。 Colon 的情感技术守护人类的幸福生活。最早的尝试，迎接变化的勇气，探索未知世界的所有挑战，都从人们对美好世界的梦想开始。创造特别的空间时，与先进的技术相比，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理解。旅行真正的快乐，也许不在于目的地，而在于它的过程。与制造新的产品相比，更重要的是先学会珍惜。为了让世界更有价值，我们与他人分享爱心，相生共赢和尊重多样性。在非热门体育项目、独立艺术、亚文化等缺少人们关注的领域，投入更多关心和支援。为了让人们深藏的梦想走向世界，发出光芒，
我们搭起舞台，为他们鼓掌加油。改变世界的不是冷静的头脑，而是温暖的心。 Colon 永远是变化与革新的导火索，实现梦想的踏脚石。明天从今天开始， Colon 的技术已经走向全世界各个地方。我们的极限到底在哪里？用变化的技术创造不变的价值。这就是我们的理念。技术变成艺术的美好世界。Art of Life